说到游戏笔记本，神州战神 S8 绝对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手。这不，最近他家搞了个大促销，价格直接香爆了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款性能炸裂、便携轻薄的战神 S8， 看看它为啥能让玩家们热血沸腾。先来说说配置，神州战神 S8 搭载了13代酷睿 i7 处理器和 RTX 4060显卡，这组合简直就是如虎添翼。再配上 15.6 英寸的 2.5K 屏幕，视觉效果简直不要太棒。还有 16GB 内存和 1TB 固态硬盘，这速度跑起游戏来简直就像飞一样。说到性能，战神 S8 的表现绝对让人惊艳，强劲的处理器和显卡让画面流畅的不行，玩游戏简直是一种享受。而且它的散热系统堪称一绝，长时间运行也不会烫手，这可是游戏玩家的福音啊。再来说说特点，战神 S8 的轻薄便携绝对是一大亮点，想象一下带着它随时随地开黑是不是很酷。而且它的键盘手感也很出色，敲击感十足，让你在游戏中游刃有余。重点来了，这次促销价格直接砍到 5173.21 元，比原价优惠了 3226.79 元，这价格简直是白菜价啊。要知道这款笔记本性价比本来就高，现在搞促销简直是买到就是赚到。为啥推荐这款笔记本？简单来说，适合那些寻找高性能、便携、价格合适的玩家。以下是几个让这款笔记本脱颖而出的亮点。首先，这个散热系统真的不是盖的，你想象一下，夏天高温下玩游戏，战神 S8 依然稳如老狗，这体验感是不是爆棚？其次，轻薄便携的设计让你随时随地都能秀操作，不像那些笨重的游戏本搬来搬去简直累死人。最后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良心了，对比一下市面上的同类产品，你会发现战神 S8 的性价比简直逆天。总之，这款战神 S8 可谓是游戏笔记本中的黑马，如果你正愁找不到一款合适的高性能游戏本，这次促销活动可别错过了，赶紧入手，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世界里翱翔吧。结尾就来个热梗吧，神州战神 S8 性能炸裂，价格美丽，你值得拥有。别犹豫，赶紧行动，让战神陪你征战沙场。深度好文计划